三了，太大了。对，来，你这个，你手拿起来，我拿拿着叶子跟你。阿爹用的感情，就是当讲过于步步高升。哎，这位走过来。家长接球面了。你们是来带带的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我孙来呀。啊，孙子对，孙子。这是呀，哎，弟弟。哦，真的呀。哎呀，这东西呀，阿姨你好，我是香港阿伯。明白一下。明白。我叫阿姨接弟弟。接弟弟，阿姨来拜，每年都有来拜吗？有啊。有啊。每年都来。拜不到。阿姨来拜拜，阿姨到我。爱瓦根，哎呀，你无去骑啊？骑来八个，阿妈真会晓。上镜头，你无阿妈要甲挂，阿妈挂。阿婆娘，阿婆娘，阿婆的。你带是他的妈妈。妈妈甲挂。来，哇，好棒啊！你知道，这是。这是百年家当公改家的，对吧？你们要加赞。妹妹，你我加黑姐，啊，你加黑姐，真的痛。阿婆有吗？有啊哈。阿婆你讲看不下。阿妈来讲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风俗。刚刚下午呢，三百多年，阿妈哈，有三百了。阿弟考的清楚。头太大了。长大了，长大了哇，头大，那是已经读高三了，太大了，对，来，你这个，你手拿起来，拿着叶子跟你，我见了，懂吗？我孙啊，啊，让他平安长大啊，现在读高三了啊，家长讲吼，三百几岁的家长讲吼，每一年的中秋，因为咱的较早客人吼。树啊啦吼，家长讲啦，千秋啦，啊是石头拢是神，啊因为这三百几年吼，一只吼表示讲已经做神啦，啊做神了就是咧保护咱在地平安，啊而且上重要就是啊家长讲伊的叶啊吼，就代表吼一直啊源源不断，啊所以讲啊咱的小朋友啊，然后家长讲做囝，啊会保庇啊平安，啊好有钱不搞大案，对，啊所以讲。逐年啊，中秋八月十五，咱就会来家人公家，把这个啊，迄、那个串根吼换新的，每一年拢来换新的，啊嘛来家人公家拜拜，啊祈求啊保庇今年会当个平安顺时啊，老大车个老，那个太平村，太平村，啊咱家较早吼啊，馆长胡明国啦吼，啊个阿李伟啊，啊一个古仲进拢是遮大，啊遮应尽佛心。拢有足侪囡仔吼，啊，伫即个中秋，哎，就伫中秋就来拜家人，所以讲家人讲真灵性，哎，有人咧服务啊。对，较早的时阵吼，大家也来，拢家己去办庙啊，家己去啊换卷。啊，即马算做无用的。做无用啊！即马就是大家有人，在地有人咧服务啊，所以讲啊，变做讲吼，诶，服务的你就较轻松对吧？哎，啊，所以讲当年爱去进厂。王江老师啊，这种事啊，这种事啊。你有在这里换过？有换过，来有没有这里拜大堂公？小时候有了，每年有了，每年的。啊，今年有没有？有，在哪里？你的呢？你的呢？对，不知道。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16岁。啊，今年刚刚换了是吧？刚刚换。对啊，刚刚。哦，对啊。年关了，过了吗？刚叫我今年。就变瘦啦，啊！搁就是这感冒痛，伊时阵是讲吼，咱就拢有人来遮咧，这个啊，聚会，啊，伊有迄个吼，算出去啦，啊，我伊时阵就去讲，对。有啊，还有因为我本来有种草啊，有去饲我出国的草啊种牛啊，啊无拖家你看。所以来讲，